Hello，大家好。今年2019年，我们还是一样照旧有一个活动，幼儿园慈济幼儿园有一个活动叫做蔬果护照。可是今年呢，我们的主题是苏醒，因为爱让前程共善缘。OK， 所以这个活动呢，其实在2003年，就是之前有一个 SARS 的这个事件呢，其实我们就开始推动了。这样子爱护地球爱护动物这样子的观念 OK， 所以从2003年开始，我们慈济幼儿园呢，在教学上我们其实就已经有加入了一些这样子的理念在我们的课程当中。然后201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蔬果护照的这一本手册。这一本手册呢，其实是让小朋友可以玩一个游戏，让他们能够去到一个星球，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星球，那个星球当中呢是可以吃素，可以爱动物，可以跟动物们一起玩的一个开心的活动，在那边欢乐一个月咯，我们素食一个月。所以这个活动呢，其实在走到今年啊，我们在今年2019年，我们有让小朋友来制造他这一个星球，也开了很多的工厂。所谓的工厂就是要他们，比如说我们有其中一个工厂叫做蔬果小厨师，所以这个小厨师呢，他就要做蔬食的餐点。今天是我们的推介礼，所以推介礼这天呢，我们是蔬食的一个月，所以今天呢呈现出来的呢，其实就是在两个星期前小朋友就开始准备的。所以我们这两个星期我们总共有7个工厂，所以第一个工厂是蔬果小厨师，第二个还有蔬果甜点师，还有蔬果服务员，蔬果一家人，蔬果设计师，还有太空技术员和太空造型师。有这么多个工厂，我们就会一一的向大家介绍。所以我们先来到第一个工厂，是我们的蔬果甜点师。 OK， 我们来去看看蔬果甜点师在做些什么事情。甜点师们都在准备等一下推荐里的蔬果餐哦。啊，看看。他们准备些什么甜点？ Yes, my dear. 小朋友，你们在准备什么甜点？这个是什么名字？是什么甜点？啊 ？Confect。你们自己有吃过吗？之前你们有没有试吃过？没有，没有啊。这样你们觉得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哦，等一下就有得吃了，是吗？每一个人都有得吃吗？每一个。有哦。再去看看那一边在做些什么甜点。水果串，这里呢，看看这里在做些什么。老师，
请问小朋友在做些什么样的甜点呢？他们现在在做麦片巧克球。哦。首先是我们在称着他们的那个材料。一个是甜甜蜜蜜，是用粒米杯子的，放蜜糖，然后还有水果串。这里呢？这里准备些什么呢？准备一些水果。水果。水果串。啊，水果串。你会自己串吗？自己穿看，我们看看，穿得过去吗？来，你穿，你穿吧。这里有我们的大爱妈妈，有这些孩子们，其实都是来自四岁、五岁、六岁的孩子，所以他们是一个混龄的学习，所以有些是四岁啊，有些已经是六岁了，所以哥哥们都可以照顾这些弟弟妹妹们啊，还有一些大爱妈妈的协助，所以就可以让全部的活动都能够顺利进行。好，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公站甜点师的蔬果甜点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为大家介绍其他的六个公站。所以我们现在呢，先看一则新闻。杨明是什么工作？蔬果设计师。杨玉明呢？开工。想参与自己喜爱的工作，可没那么简单。吉打慈济幼儿园的小朋友还得面试才能正式加入。恭喜你面试成功！自己的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跟想要完成的事情，可以训练他们的独立思考，还有时间的能力。我画白兔，布置美美，我画苹果。为什么你要布置美美？因为我要把这个变成蔬果星，把学校变成蔬果星球。成功被录取后，大家马上投入各自的岗位，为即将开跑的蔬果护照做准备。这个是妈妈的衣服，这个是爸爸的件衣服，我要做围裙。我们都是用回收的东西来制作的，透过这样子可以让他们明白，回收的东西可以废物再利用，然后就不要浪费。工作坊不但提升孩子的参与感，也例行资源再循环，打造最环保的蔬果星球。大爱新闻由静贝、许正胜，马来西亚报道。好，接下来呢，我们有另外一个工厂哦，这个工厂是太空技术园。所以其实小朋友要加入这些工厂的时候呢，之前我们都会应征，就是 interview， 所以我们就会开放七个工厂，让小朋友来应征。所谓的 interview 呢，就是小朋友他需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自己进步的地啊，自己能力可以去这个工厂，为什么他可以去到这些工厂呢？这些工厂又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呢？或者比如说刚才那个甜点师，他们会拿刀吗？他们会把食物做出来吗？而现在这个工厂呢，其实是技术员，太空技术员，所以他们要具备什么能力呢？他们需要能够设计出我们的火箭，设计出我们的服装，设计出我们的那些太空人的服装。然后这一站呢，他们的焦点是在火箭，
这一个呢，火箭呢是小朋友跟老师们一起讨论设计出来的火箭。你们看到吗？我们要远远看才看到，这个火箭呢是电梯来的。他们进入了电梯，就可以搭上火箭到我们的蔬果星球。蔬果星球在我们教育中心的第五楼哦。现在他们在进行的是彩排，彩排什么呢？等一下推荐你的时候，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进入火箭，搭上火箭到我们的蔬果星球。所以现在是在彩排过程中。练习排队，等一下每一个小朋友来这边排队的时候呢，技术员他就必须帮同学们穿上太空衣，然后让他们登上星球。所以整个流动线呢，整个活动进行推介里的部分都是小朋友可以一起参与，然后一起讨论现在彩排怎么样子穿上蔬果太空人的衣服，怎么绑上。所以现在是在练习过程中，在彩排。他背着的呢其实是氧气筒哦。其实我们都是以环保的概念来让小朋友设计他们的服装，设计他们的氧气筒。接下来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工厂，这个是小厨师，蔬果小厨师。接下来的工厂是蔬果小厨师，这里是一个厨师厨房哦，全部都是小小厨师。不是请老小厨师们都很忙哦，他准备这样多的套餐。他们煮了什么餐呢？谁能介绍这里是什么餐点呢？要找那个老师。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小厨师的工厂哦。我们大爱妈妈还有老师们在引导孩子们在烹煮一些蔬菜哦，让孩子学习哎营养的素食啊，其实很简单呐、啊，就是我们可以吃，可以去就是简单的烹煮一些新鲜的蔬菜。那现在我们大爱妈妈也在引导着孩子摆盘哦，因为小厨师等一下他们现在要准备的餐点是要准备给我们全校的老师跟小朋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蔬果餐点了。那这里呢，我们的老师呢就在引导孩子要搓揉一些面团。这是 Facebook Live， 我知道。我想你可以直接讲解你们之前做了些什么，这个是什么来的，是用什么做的，然后这样子做，现在要做些什么事。要小朋友回答还是我回答？是彩虹蔬菜面呢，贝壳面，然后他们上个星期的时候就已经预先做好了面团，可是孩子。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大家一起在学习，所以都会有一些状况，所以孩子小厨师们他们的反应就很快，所以现在就知道要帮忙做什么，因为他们上个星期有足够的练习，所以跟他们讲要做什么他们就懂了。 OK， 所以你们就拿这个一块，然后这样子推，还记得吗？记得的，然后做好它，然后我们要煮了的，立刻做好的就要立刻煮了的，做得到吗？可以吗？从这个面团这样子拔一撮，然后就开始做了，可以了吗？小朋友大声宣誓，坚定自己如素的决心。一年一度蔬果护照起跑，今年不止幼儿园的小孩子参加，还有校友也共襄盛举。去年六岁的时候，全部人一直讲我，然后我就不能嘛。然后可是现在我是可以，我是想要一个月里面坚持吃素，爱护地球。多吃蔬菜和水果。不要再吃肉了。你们要吃素吗？焕然苏醒的童声也来到社区公园及菜市场。八六拜幼儿园的孩子用实际行动力要民众如素，也是可以训练小朋友的勇气啊。他们就更敢去跟人家劝素之外呢，然后也更增加自己的信心。当他们这样子在一直在推广的时候就更有信心哦。我
们一起吃，一生生吃吃好不好？那么每天的，每一天都吃。嗯，要不要？ Okay. 我们一起发愿，来，一米饭。啊！哇！及长约定，小朋友的书写生活从这一刻启动。戴新闻陈瑞文、庄志文、黄义勤，马来西亚报道。北海慈济幼儿园有一群喜爱烹饪的小朋友，他们化身小厨师，进入蔬果工厂，从基本功开始学习。我在小厨师学到工感和功夫，然后我还学到拌面，还学到捞。学到切东西，学到煮东西，学到安打西，学到蒸东西。老师依据各年龄层的能力与发展，为孩子们分配合适的工作。例如说，六岁已经有之前的经验了，然后老师在这边呢，就会让他们用刀切东西。那四岁，因为他们完全没有用过刀和剪刀，那这方面的时候，老师就会用让他们用手去撕贴，啊，撕那些食材啊，以这样的方式来，啊，发挥他们的小肌肉的发展。两人一组，大孩子负责带领弟弟妹妹，工作更顺利。他们就会发挥他们的良能，比如说他们知道自己要负责照顾的那个小朋友，啊，他们比较有责任心，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哦，这个弟弟是我必须照顾的，那我就会去帮忙穿他，帮他穿 apron。料理美味素食，让更多人一同苏醒。马来西亚北海采访报道。好，这个是我们的太空设计师，是吗？你们是小小设计师吗？哪些东西是你们设计的呢？来介绍给我们，你设计了什么？看，最喜欢哪一个？你最喜欢哪一个？爱心。哪一个爱心？你可以指给我们看吗？哪一个爱心？爱心是你画的是不是？是。还有哪一个字是你画的？还有他说这个是你画的，你涂颜色是不是？那美恩呢？美恩你最喜欢哪一个？最喜欢这一个。是怎么弄成这样的？我们的手指。用你的手指，是你一个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均衡，我点点点和如何？去用笔，而是用他们的双手去感觉那个颜色。那第二个星期我们就有做一些比较手工需要剪，然后他们也是有做穿线，是那个其实后面那个strawberry 草莓是他们学 punch hole 就是打洞，然后他们学习拿那个毛线去穿，然后绑打结这样的一个动作。好，这里的是一个星球的主题。再去前面看看前面的设计吧。那你的小助和那个，来我们的设计师，带他们一起去。没有了，没有了。Thank you.
起来，然后我们放手跟脚。我看到有很多手印跟很多脚印哦，你们全部都是用手印脚印设计出来的，然后剪出来哈、啊，然后画成另外一个东西。哦，所以你这个手是 strawberry 的手来的，是吗？这个呢？是什么来？哎，也是手来的哦，变成他的头发。是头发。很好。接下来这个工厂呢是蔬果服务员，这些都是小小服务员哦，所以在两个礼拜期间他们的准备是怎么样子服务，所以现在呢他们是要为大家服务，他们准备这些餐点摆放在桌子上，而且他们也布置了桌面的摆设，拍个桌牌，还有小小的毛巾，这些都是他们服务员设计出来的。那个桌面摆设啊，都是孩子们啊跟老师们讨论了，大家一起设计的，一起布置的哈。那现在我们小小服务员在为我们全校的小朋友们依照他们的位置哈，在排着他们的餐具。你看孩子们都很用心哦，因为每个餐具都有每个孩子的名字。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服务员的装扮哦，服务员的装扮也是小孩子自己设计哦，你看他们别了一个大大的 ribbon 哈、哦。我们是谁？我们是蔬果服务员。啊，蔬果服务员要做什么？捧餐，捧餐，还有呢？你现在在做什么？现在我们在排碗。哦，帮忙整理人家的碗是吗？准备碗在桌子上给别人是不是？给其他的太空员对吗？是。那你今天的制服是谁做的？我们。你们自己做的、啊，喜欢吗？喜欢。哦，那你们开心吗？在服务员？开心。怎么要跟大家讲你们服务员做什么？啊？还要叫他们一起来吃什么？讲啊，讲大大声！我们一起来吃素。OK， 好，谢谢我们的小小服务员哦，他们要继续他们的工作了。好，OK。好，那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蔬果一家人的，那蔬果一家人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就要自己制作道具呀、啊，然后要表演给我们的等一下来到我们蔬果星球的朋友们哦，小朋友们。那现在他们是在彩排，等一下要表演的节目哦。那蔬果一家人就是等同于就是住在蔬果星球的蔬果家人，这样那等一下他也是会欢迎全部蔬果太空人的到来，那他们会呈现节目给我们看啊，再帮我们装扮这哦。 OK， 好，那现在我们好，那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在彩排哦，给大家看一小段他们彩排的画面。
他们今天所表演的那个故事啊，是关于我们地球软化的故事啊。好，那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哦。等一下11:30，大家记得再次收看我们今天蔬果护照的推介里的正式直播。等一下11:30，记得守住我们哦，感恩大家。